Hello，Hello，hello, 大家好，今天晚上我们来谢谢你吧。那么今天的消息什么呢？首先呢，我们想一下今天天气怎么样？今天我们看见我们天空，还有这种颜色，就是说我们已经看过的颜色，然后比较黑，比较有这个灰的颜色，所以我们知道的，明天可能差不多一样的天气，差不多一样的天空吧。好，那么为什么我有这个有天空关于的消息呢？可能就是每次为止我必须讲这种事的，因为我知道呢。在这儿呢，如果你没有用，汽车，因为你只坐的就是走路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以前的我坐自行车，这样的事的，所以，我必须知道有没有下雨然后在地面有没有水，我必须小心一点，这样的意思啊。然后这样的话题就是说颜色的，我们知道呢，有时候呢，有人会觉得你讲的就是这个，这个颜色的问题吧因为我们如果去美国呢，我们会听见这样的话呢，哦，这个人是，我们可以说是跟。这种民族的这样的事，所以我们，如果呢，带来这些，我们可以说想法那我们都要做什么了比如说，如果我们必须讲天空的话呢，那我们不会讲哦。我们天空有什么颜色这样的问题，所以呢，可能如果你在大学比如说你读书课写呢，那当然这个部分就是说你会不会你会不会看见你在这个比如说，你对坐着就是厌世做什么厌世的？那，你必须看见厌世会不会改变吧？比如说在化学，所以，如果更多人会了解科学的话呢，那我们当然，没有那么多这些问题的这个颜色的问题啊，因为我知道，因为在美国呢，我会记得呢，比如说，因为菲律宾人去美国的时候呢，他们也慢慢的会了解这种问题吧，我刚说的这种人是。这一种团队，这一种民族吧，这样子是，然后，有时候呢，他是这个那个白人什么的，这样的，说法可是其实呢，美国以外呢，有没有另外的国家？有这样的问题嘛？这样的问题，所以当然我们必须做的就是，教授帮助我们邻人，了解这些事吧。好，那为什么呢？在美国有这种问题吧？因为。差不多跟我们在这儿一样的，很多人，不会去学校读书，或是会去学校没有读书，因为太多，
还有什么？有这种问题就是，如果你到底没有钱的话呢，那后来你发现到你不会进步这样的问题吧？因为在这儿呢，如果你不会是，有名的大写，那你的工作怎么样了啊？我们会发现，这一些孩子们，他们的工作只有这个，太低的收入，所以他们慢慢的会发现，虽然我们会去学校，这些公立学校呢，我们将来没有那么，我们可以说，有这个明显的那个，我们会找到好工作吧，因为太多，有许多人，生孩子，生那么多孩子，在学校没有，我们在那边能够的，这些老师，还有什么能够的地方，让这些学生们读书吧，还有呢，学生们来学校还没吃饭，所以我会记得呢，在雅典要大学的，在那边他们讲的就是那，让这些孩子们，喝牛奶，让他们吃饭吧。那如果我们做这样的话呢，我们有没有钱？有没有？我们可以说，能够的食物、饮料给这些孩子们，这个问题。当然有人要说，那因为你指向的就是钱，你指向的就是，我们没有那么多这些东西给孩子们吧，因为我们当然这个问题就是太多吧，我们必须做的就是告诉这些父母呢，你们为什么呢？为什么生那么多孩子？所以别生那么多了，然后告诉什么办法，会做这一件事，因为他们如果我知道，我们其实的不必去生孩子了，那我们的这个人口也不会变多了。然后让我们比如说，这些在政府人们呢，我们这个我们必须付的税金，每一次不够，这种问题吧，所以在政府呢，我们会听见，我们会看见，几乎从事的问题就是，这个钱的管理。为什么你收的钱那么多？你必须解释一下。或是，哪一个企业，我们必须帮助，给他钱，这样的话。因为钱不够吧，可是我们也会知道，也不够，这个虽然你给他们钱的话呢，后来他们要说还不够吧，因为人口，提高吧，提高。
或者我们会看见这些，还没有70岁，我们在这儿的老人呐、啊，年龄老年老，老人这些，老年人呐、啊，他们比较快的是70。这样的问题。好，那么我们下一次请示，然后继续好联系，谢谢。